第38题，此实验用排水集气法收集氧气，主要是因为氧气具有哪一种性质？我们上课提示过，我们如果能够用排水集气法收集，我们就用排水集气法收集，而能够用排水集气法收集的气体必须难溶于水且不和水作用。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，主要是因为氧气具有哪一种特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氧气难溶于水。